今天，国家卫生健康事件一级密切接触者1700例，也积极采取措施。机场、火车站离海通道暂时关闭。喂，你好，我是肖宁。哦，好的，你把学院党委的通知发给我，明天早上我坐早班机回去。好，再见。给你。爸，您太厉害了。厉害吧？嗯，你看我做完手术之后，这饺子还包的有模有样的。嗯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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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错，不错。依依，别玩手机，快过来。哎呀，别叫他，这大过年的呀，你让他放松放松啊。对对对，这孩子啊，一放假就说想姥姥姥爷了，要过来看你们。哦，本来我也想着过年了可以好好陪陪你们，没想到明天一早就要走，还得麻烦你们帮我照顾依依呢。这没事的，你去陪依依她爸爸那是应该的，我还高兴呢。他现在是外交官，这过年也回不来。是啊，这难得的机会啊，这回啊，宁宁你可得美美的度一下假喽。饺子好了，来，依依别玩手机了，快吃饭。来吃饭喽。快来快来，依依，跟你说多少次了，不要！这怎么了？武汉，您不是要去欧洲看爸爸，您是要去武汉。依依，老头子啊，这回你是猜中了。这几天啊，新闻铺天盖地的，他又是个军医，我心里头啊倒是早有准备，可是妈妈，对不起啊，我不是故意想骗你，我不想让爸爸着急。哎，虽然我走完开颅手术，但是我不糊涂。娘娘，武汉真的很危险了，对吧？要不你也不会一直瞒着我们是吧？再危险我也得去。
去吧，爸爸理解。宁宁，妈，你就好好的跟依依解释解释吧。对不起，阿姨，妈妈也不是故意要骗你，妈妈想陪着你，陪着姥姥姥爷，可妈妈是医生，医生的职责就是救死扶伤，妈妈同时是一名军人，军人的使命保家卫国。妈妈，我害怕。别怕，妈妈会小心的。你能帮妈妈照顾姥姥姥爷吗？嗯。嗯。谢谢依依。正想走呢，这不同时开会吗？那个同志们，安静一下。我说个事儿啊，由于疫情原因，全市的公共交通工具暂时都无法上路了。但是上面下来个通知，要组织抗疫运输队，自愿报名。稍后我们有个简短培训，我希望大家都按照自己家里面的实际情况，好好的想一想。想好了之后再签，好。导员同志带头。按照上级的要求，还差一个人呢。咱们这个报名的都是男同志。是不是女同志也出一个呀，徐大姐？我真不行，儿子和闺女都从外地回来，我这一大家子等着我过年呢。这样啊，那我来吧。李文丽，你凑什么热闹啊？这不都拖家带口，我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。文丽，咱俩不是约好了一块回老家过年的吗？你跟我妈说一声啊，我明年再回去。虽说我离婚了吧，但我嫁到武汉15年了，我挺喜欢这儿的，不就多开几天车吗？就当我报答武汉了。妈，刚才医院来电话了，通知咱们说我爸转到省总二院了。那我得赶紧去呀。这肺炎啊，传染，那医院不让随便进。再说了，这省二院是全武汉治疗传染病最好的医院。您知道现在住个院有多难吗？这是国家照顾我爸，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？我有什么不放心，你还不知道啊？你说他连个手机都没有，我就给他送点换洗衣服、吃的什么的。那也不行，您哪儿也不能去，您有高血压，这要是传染了，可比我爸危险多了。还要跟你说个事儿，我这半个月都回不了家，随时等待公司的命令，没准今天就得下工地。你就赶紧去忙你的吧，你不用管我了。你放心，那大孙子我给你照顾得好好好好的啊。好了，不说了，挂了。嗯。儿子，又怎么了？我没事儿，爷爷刚被拉走。奶奶就把我隔离了，
我没发烧，也没感冒，但是奶奶她不好，我每天都能听到她咳嗽，说话也没劲儿。我怀疑奶奶已经感染了，你赶紧想办法让她住院吧。行了，我知道了，我这就给你奶奶打电话。妈，听卡卡说您又咳嗽了，还有其他什么症状吗？妈妈不就是咳嗽两声吗？那还是跟你爸着急急的。有什么大惊小怪的？卡卡，你跟你爸瞎说什么呢？哎，您不能开门，不能开门！社区刘大夫说了，我们俩得严格隔离，快把门关上，快点啊！听听妈妈说话这底气，像是有病吗？妈妈知道你们公司这一次接的是个特殊任务，你得安心工作，别操家里的心了啊。嗯，好了，不说了，挂了吧。喂，妈。那个，怎么了？把园子确诊了，还挺重。咱们啊，多亏是从外地接到任务赶回来的，这样在家肯定得隔离。开会吧。哎，来来来，坐好了坐好了，来，开会了开会了，开会了开会了开会了。现在啊，就给家里打个电话，告诉家里人，半个月咱都回不去了。咱们这次建的是医院，是拯救武汉的大工程，愿意干的就留下，不愿意干的我也不勉强，立马走人。1月23日凌晨，武汉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布1号通告，通告称，自2020年1月23日10时起，全市城市公交、地铁、轮渡、长途客运暂停运营，武汉机场、火车站离汉通道暂时关闭。为救治新型肺炎患者，解决现有医疗资源不足，武汉市将参照北京小汤山医院模式，新建一座可容纳1000张床位的火神山医院。按照计划，医院将于2月1日建成，2月3日交付投用。医疗物资紧缺，医护资源紧张，成为武汉当下抗击疫情的最大障碍，亟待各方力量驰援。报告。肖宁，不是批准你假回北京过年了吗？我看到了学院动员的通知，就赶回来了。你爱人长期在国外，老人又刚刚动了大手术，你家里的情况我们院党委都了解，所以这次啊就不考虑你了。但你回来的正好，你是战胜过非典、抗击过埃博拉的老兵，对组建医疗队的人员构成、后勤保障都非常有经验，你就给大家多出出主意。不，我是来请战的。这是赴武汉医疗队全体队员的请战书。尊敬的大学党委，我们是2003年奉命赴小汤山抗击非典的医疗队队员，当年为全国抗击非典做出了应有的贡献，同时做到了医护人员零感染。17年后的今天，当全国人民正面对新型冠状病毒的肆虐，作为一支有丰富经验的英雄集体，我们更是责无旁贷，愿为战胜疫情尽快奔赴一线。在此我们积极请战，若上战场不取得全面胜利，誓死不退。陆军军医大学赴小汤山医院全体队员。好一个誓死不退。叫于丽娜对吧？哎，肖院长，我才注意到您坐在这儿。听说这次请战你特别积极。嗯。你是咱们这次医疗队年龄最小的，帮你们有什么事情找我。是，
我宣誓，我志愿加入抗击新冠肺炎医疗队，服从党的领导，牢记军队宗旨，坚定信心，同舟共济，英勇顽强，无怕牺牲，科学防治，精准施策，全力救治患者，搞好自我保护，坚决打赢武汉保卫战。宣誓人肖乃文。经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批准，2020年1月24日，全军组建首批援鄂医疗队，共450人奔赴武汉。与此同时，上海、广东也派出了医疗队赶赴武汉，共同抗击新冠肺炎。所有医疗队从成员集结到抵达武汉，平均不超过24小时。师傅，问一下。这里离省总二院有多远？不远，过去的话也就十几分钟。十几分钟，那如果步行呢？你们不用步行，明天早上我还在这接你们。我想现在就去。那我送你吧，反正这也是我今天最后一趟活，没事了。谢谢你啊，麻烦了。没事。12点了，大军官，过年好啊！过年好啊，大姐。你是要多久？说不好，你不用等我了啊！谢谢。我要是不等你，你找不到车送你回去。我正好要去消毒，完事儿就在这儿等你，你不用急。你好，那谢谢你了啊。我把衣服放车上。那我现在让我妈进来了，谢谢欢迎长，谢谢您欢迎长。你怎么搞的嘛？说好了你去接嘛，这是个重症，一会儿都耽误不。你马上就在门口，啊。老华，又见面了。哎呀，免了吧。过年好。过年不好。不过能够有机会和你并肩战斗，还是挺好的。来，到我办公室。情况怎么样啊？哎呀，这病人实在是太多了，医护人员严重不足。现在护士交接班已经延长到10个小时了，医生就更辛苦。来，体力透支会加大感染率的呀。是啊，这不你们解放军来了，我们的压力就小了。你膝盖怎么了？膝盖不太好。2014年的时候，我们在非洲，你踢球还踢得很好呢。谢谢。这不是岁数大了，磨损的恐怕厉害。膝盖不好，走路要慢一点。必须快啊！只有跑得快，才能从病毒手里多抢回几个病人。那先别说我了，我知道你现在最想了解的是病毒的详细情况。我给你复印了一些典型病例，你先研究，咱们再讨论。好。怎么说呢？这个病毒啊，流氓。
这个呢就是整个八楼的情况。嗯，那下面咱们到九楼去看看。嗯，好的。昨天我们连夜腾空了这两个楼，完成了清洁和消毒。小娘，你觉得最快要用多长时间才能够接收病人？最快3个小时吧。嗯，3小时。那太好了，能够早一分钟收治病人，就多一分生的希望。那第一批患者一共40人，3个小时之后全部转过来。好。八楼原本是普通病房，如果要收治危重病人，难度会大一点，我们差不多需要1天的时间。这已经很了不起了，这就叫解放军的速度。好，那我不陪了。好。查房的时间到了，我还负责着一个病区呢。慢一点吧。好。长给我打电话了，那位老爷子是立过军功的老兵，怕给国家添麻烦，不愿意接受治疗。你去给老爷子做做思想工作。是。传染病不是绝症，帮患者消除恐惧也是治疗很重要的一部分，希望大家重视起来。爷爷，您就替我的把这个带上吧。你们先去吧。怎么就跟你说不通呢？你看我这么可爱，你可爱这玩意儿浪费吗？不是。对吧？我，院长。他还是不配合治疗。老人家，您以前当过兵对吧？嗯。我看您进军礼特别标准。嗯。既然曾经当过军人，你得服从命令啊，就像当年拿下阵地一样，战胜病毒。你跟他学的，刚才这姑娘把你的话重复了好几遍。我已经不是3岁的孩子了，别糊弄我。我没有糊弄您。您可是上过战场的老兵啊，老人家，我们国家现在富强了，我们不会放弃任何一个病人的。这个我懂，我特别感谢党。可是现在不是病房急缺吗？别救我了，先救大家吧，别浪费钱了。听卡卡说，你过年要回老家，没走啊？啊，没走，这不刚好单位有事儿吗？我就申请了。本来我们就只是跑跑医院，今天才加了这趟火车山。啊？别害怕，我们这车每天跑完任务按规定，那都是要整车消毒的。我没跟卡卡说，是怕他担心，觉得我危险。你也别说啊。挺高尚。我负责。晚上6点能不能交工？行。好，赶紧去。这块区域是谁负责的？我负责。几点交工？5点。好，赶紧走。好。问问他们饭来了没有？来来来，把饭拿过来。来了。跟工人们说，午饭时间就12分钟。
吃完了赶紧抓紧干。好。喂，爸爸。儿子，你怎么样？我挺好的，奶奶才不好啊。怎么了？咳得更厉害了，说话也没劲儿，做饭也不是那味儿了。那社区医院有没有过来查体温啊？查呀，他每天让我量三次，估计自己也没好好量。这怎么行啊？行了，我给你奶奶打电话。妈，您是不是病了？您要是发烧，得跟街道汇报啊。哎呦，妈知道啊。哎，儿子，你们火神山医院是盖完了还是怎么了啊？你怎么有这功夫操妈的闲心了？你就放心吧，妈到任何时候都不会拖儿子的后腿啊。您到底烧不烧啊？哎呀，不烧啊。喂，儿子，我刚才跟你奶奶打电话了，她说话有气无力的。你奶奶好强，不肯跟我说实话，你可上点心。我咋上心呢？奶奶给我隔离到屋里，不让我出去。要是妈妈在这儿就好。你推你妈干嘛？可别让你奶奶生气啊！奶奶心里最想爷爷了。你要是能找着爷爷，让他来视频一下，估计奶奶能好不少。你说的有道理，可这事儿我找谁去啊？行了，我知道了。夏主任，光有箭头不行，得贴上四个大字“逆行危险”，随时做提醒。好，我立刻安排。从清洁区进入和离开污染区，必须按照指定路线，绝不能走回头路。我们不仅要打胜仗，而且还要零感染。好。每天群里发一遍，提醒大家注意，严格遵守。血氧饱和度87%，连90%都控制不住了。该想的办法都想过了。试过俯卧位没有？那得有足够的人手了，再说口鼻腔分泌物也有可能溅到床单上，这风险就又高了。咱没有人呢，现在。那你打算怎么办？院长，这不支援的人来了吗？要不把他转过去。解放军是来了，上海医疗队也来了，可总不能把全部的危重都给人家转过去啊。这个病人刚一入院就是我负责的，我要负责到底。可俯卧是真的做不了。现有的护士没有经验，人手也不够啊。马上就到交接班了，那时候人手多，叫几个有经验的过来帮忙。先把血液停了。好嘞。现在病人血压相对正常，可以开始了。这个有感染风险，我来吧。不用，我行。华院长，我来帮忙。你怎么来了？你们这儿缺人手，我来。你女同志在旁边配合就好了。来，我们是袁飞的战友，你信不过我吗？我来。好，听我口令，撤掉心电。大家听我口令，一起用力，一、二，走，慢慢慢慢慢慢慢，注意管子，注意。病人的血氧饱和度恢复得很快。老华，俯卧位效果还不错。只是让你受累了，早点回去休息吧。啊，你知道为什么我帮你吗？为什么？你不是膝盖的问题。老华，我们是老朋友，又是一起抗击埃博拉病毒的袁飞战友，告诉我实情。我是不该瞒你。
A L S 渐冻症怎么会这么严重啊？等我慢慢的失去知觉，慢慢的缩成小小一团，被固定在轮椅上的时候，我可不想让你来看我，因为我这人脸皮薄，我那副德行肯定不想见女同志。现在先别想这些。你怎么了？哎呀，咱们这每天生生死死的啊，见得多了，人嘛最终总要面对死亡，我不过比你们走得近一点，不过好在还没那么快，还可以过几年，我还可以做很多的事情。身边的人都知道了，院里的领导班的都通气儿，也向上级领导汇报了，可谁想到啊，这疫情来得这么突然，想推到二线也来不及了。咱们医院的医生一个多月都没休息过了，这样下去你的身体是不行的，你听我的，先休息几天。不行，我这个体力虽然不如以前了，可是我还没到那个不能工作的那么严重啊，我不能离开医院，有我在起码能够稳定军心，鼓舞士气，对吧？反正你就顾着吧，我会告诉嫂子。你看看，不经念头，你嫂子。哎，你怎么了？你这么晚还不睡啊？我知道了。老华，小女，你回你休息了，太晚了。是不是嫂子有什么问题啊？也感染了，好像还不轻。带到这儿来，交给我。他已经在自己工作的医院住下了，咱们这边等着入院的病人太多，他过来不合适。那你去看看他。今天不行，今天我总值班，我离不开。老华，警官早啊！早。等会儿啊，我消个毒，通通气儿。您起得真早啊，大军官。别叫我大军官，我叫肖宁，叫我名字就好了。那我哪好意思啊？这有什么？昨晚你睡车上了。啊。别担心啊，我绝对不会疲劳驾驶，心里有数的。我的意思是，现在武汉疫情这么厉害，你又频繁地接触医护人员，不休息好哪来抵抗力啊？其实是因为我的一个同事也是个司机，
这两天就觉得浑身没劲儿，又不发烧，就想着先休息休息。我就是替他顶个班儿。你经常加班吗？也不算经常加班，我就是要离开武汉了，就想着多跑两趟，为大家再做点什么呗。为什么离开武汉呢？我不是本地人，然后又离婚了，准备回老家了。差不多了，上车吧。其实这活儿啊倒是不累，就是有点拴人。磨磨蹭蹭的，等我呢。谁磨磨蹭蹭的？我都看见了。啊，那什么，昨天你说给医疗队跑通勤，跑哪儿啊？省总二院。哦。有事儿啊？啊，没什么事儿。那个，挺危险的，你要注意防护。八楼的病区改造已经完成了，可以接受病人。同志们都表示，希望尽量把危重症交给我们。太好了，医疗队的到来，在最关键的时刻勇挑重担。老华，你也可以松口气了。真是感谢，感谢小宁，我代表院方，感谢所有驰援的解放军同志，谢谢你们。敬礼。哎，不行，您不能这样，您太不行。不行，你得，你得快回家。你得配合治疗。哎，哎，你不能动。他这是真吗？他现在必须把他的四肢先固定好，然后再打一针镇静剂。快，镇静剂！奶奶，把他交给我吧。错了，快点，换一件。这个什么？谢谢，谢谢。是秋玲吧？我肖宁啊！啊！非典的时候，小汤山。哎呦，肖宁啊！哎呀，华院长已经跟我说你要来，欢迎欢迎。惭愧啊，真没想到我们会以这种方式跟老朋友见面。先躺下，先躺下。来，先躺下。怎么感染上的？17号啊，觉着不舒服。22号做了核酸，阳性。又做了个 CT， 双肺已经摸不了氧病灶。好在啊，12月底以后啊，我就再没有回过家，所以院外没有密切接触者，所以呀，还要提醒你们的同事，一定要把这个班排好，病人再多，也不能乱了阵脚。这是我们的教训。我最长连续19个小时工作，光插管一天就6个病人。
夫，先中招了。这是病毒向我们人类发起的攻击，也是我们奋起反击时所付出的代价。夏院长，刚才多亏了这位大叔，谢谢您啊。这位大叔是本院的副院长王秋玲同志，要好好照顾。我还好，不需要你们特殊的照顾。不过这个27床情况可不乐观呀。10天前是我亲自给他查的管，可是到现在情况也没有任何好转。辛苦，好好休息。截止到1月26日0点，全国累计确诊新冠肺炎病例超过2000人。继火神山医院之后，武汉雷神山医院正式动工，预计建筑面积约3万平方米，新增床位1500张。中央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要求各地成立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。中央预算内投资3亿元，全国各级财政已下发疫情防控补助资金112.1亿元。国家卫健委称，新冠病毒潜伏期最长达14天，且具有传染性。27床换药了。说什么？怎么了？你说什么？黄浩明。哦，昨天啊，他在瞻望状态，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。我刚刚啊，已经都告诉他了，他知道把你的防护服给抓破了，很抱歉呐。没事的，我们都是部队来的医疗队，医生都非常的有经验，都会好起来的。哎呀，他刚出院的时候啊，挺壮实的，还跟我吹牛呢，当年在汶川当志愿者的时候啊，废墟里救出一个老奶奶，为了寻找医疗队，他背着老奶奶一口气走了4公里多，也不知道累呀。你去过汶川？因为哭着你的哭，因为我。
这苦这路，坚守人民的幸福。这苦这路，坚守人民的幸福。